钟左右吧，四点钟左右已经在这里了，已经在这里待命了，现在还没有伤员抬下来。好的，你们来了多少部救护车？应该有20多部吧。20多部救护车。都在这附近啊。前面上面还有10多台。四个多小时了啊。5点多到。到现在，现在有没有什么消息收援救援那边？还没有。